部落小朋友他们都怎么样长大？我们部落还有猎人学校，认真的上课，就教我们把那个石头做成陷阱。我们的激素只能钓到青蛙，不然就老鼠了。不然到老鼠算厉害。小朋友那陷阱一般都是压到脚。啊，没有啦。我还只带一把刀子到山上去，带了一个月。恭喜您的成年礼。吃饭在山上随便都有。现在前一天他们老早就把好料都带上，放上回来一个。今天晚上10点，金大专。